在一个快乐的星期四下午，小明放学回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好，是什么影片？是什么影片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怎么会知道？我还没讲哎，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《航海王》吧。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，还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。早起，觉得自己很棒的他便愉快地预备梳洗，殊不知一时太嗨又蹦蹦跳跳的他竟然鼻骨直接撞上门。哦，注意是鼻骨不是屁股哦。鼻骨，我帅气的鼻骨。好吧，头骨全碎的布鲁克不断地关心着自己的鼻骨，尖锐的惨叫声引来了乔巴的注意。鼻哎，布鲁克，你这么早还吵什么？布鲁克扭头嘞。啊，睡了。那只好由我聪明又厉害的乔巴麦拼回去啦。乔巴似乎也不管布鲁克有没有理他，自己就很开心的玩起了头骨拼图。好，首先，先找到鼻骨吧，再看会不会吵死人。那你明明就没有鼻骨，是在坚持什么啦？好，我看一下，头盖骨，头盖骨是保护我们脑袋最重要的骨头哦。虽然布鲁克没有脑就是了啦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可是布鲁克大人啊！啊，那我们直接来介绍下一块骨头吧。最后还有上颌骨，这是组成我们上排牙齿的骨头哦。顺带一提，大家要乖乖刷牙哦，不然笑起来就会像西南骨头布鲁克一样。好，最后是下颌骨，这是我们的下巴哦。吃东西和说话的时候，这骨头就超级重要的。好啦，终于拼好了，不要太感谢我啊。哦，乔巴先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样子帅的跟东影俊一样的布鲁克大人就可以去冲上天涯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得意忘形的下场啦！我不理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船上的生活有时也是很无聊的。索隆和鲁夫就为了争谁比较强而在吵架，两个人竟然还打了起来。好无聊啊！肚子好饿哟。造成的脊椎变形啊，这必须开刀才会。
骨啊。好，那我厉害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吧。人类的背部都有一条长长的脊椎骨，那我们的脊椎骨呢，又可以分成四个部分：颈椎、好胸椎，然后腰椎、剑椎，好，这四个。那颈椎呢，就是刚刚鲁夫脖子受伤的地方。接着就是胸椎，那胸椎会往前长出肋骨，肋骨的前面呢，再接到胸前的胸骨。那肋骨里面围成的空间是用来保护心脏跟肺的哦。那腰椎则是支撑我们身体主要的重量，所以你如果姿势不良或是驼背，就可能脊椎侧弯或长骨刺哦。这样你们清楚了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们和好吧。终于快到了午餐时间，乔巴和鲁夫决定跟骗人部一起去钓鱼。安姑姑，安姑姑。哎，咦，骗人部，你在这边啊？已经带完鱼了。鲁夫，你给我等你很久了吗？对哦。对啊，现在身上很重，你可以帮我提一下吗？哦，不好吧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姐姐会受伤吧？是吗？是啊，你看你手还在抖了。对，但是你看我多强壮，而且我每天还有喝牛奶，我是绝对不会有骨质疏松、会有骨折问题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啦。我很担心哦。那你现在肩胛在哪里吗？肩胛，肩胛是在是在这里。这里，你是这里啊 ？No， 你有还好上课听老师讲的课吗？没有。唉，但是这个我都没在管啊，我是鲁夫啊，我还有香蕉家啊，你看我心说自如的，怎么会有问题啊？你什么也不管，怎么行呢？我们不如请那个乔巴先生出来解释一下吧。好吧，乔巴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刚刚骗人部问的肩胛骨呢，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这一块三角形的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臂的骨头，上臂也就是肱骨。好，再来往下呢，就进入前臂的部分咯。前臂是由我们内侧的尺骨和外侧的桡骨所组成的，那往上就会跟我们上臂的肱骨做连接，往下就会接到我们的手掌哦。千万不要被这个不认真念书的大狗狗给误导了哦。此时在船的另一边，娜美和索隆正在打情骂俏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对啊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一块髋骨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
就是所谓的宽古三兄弟。咦，居然还有三兄弟？对啊对啊，你知道大哥叫做卡古，卡古，那二哥叫做坐古，坐古，最后最后一个小弟叫做慈古哦，慈古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可是瞧吧，这个大大的洞洞是什么啊？哦啊，这个洞就叫做密孔啊。那瞧吧，为什么女生骨盆下面的开口会比男生的还要大嘞？女生的骨盆会比较大，是因为要生小宝宝啊。那开口比较大，就是为了让宝宝的头可以顺利通过啦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可是我的屁股还是好痛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帮我看屁屁？哦，你不讲倒还好，一讲就觉得屁股真的快痛死了。对不起啦，我讲的太得意了，现在马上去拿药帮你们擦屁屁。罗宾跟香吉士因为晚餐到底该煮些什么而在吵架。小罗，晚上吃炒羊葱好不好啊？停，厨师先生，我不想要加洋葱了。什么？我都前上自己牛奶面，哭到眼睛要瞎了，你竟然不吃？我就是不吃，怎样？我啊？你这个坏坏淘气罗宾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百花缭乱。停。虽然我很喜欢你，但你知道，在船上跟厨师作对，简直就是自找死路。看我的飞毛腿！啊，痛痛死我了！厨师先生居然舍得踢我！哦、啊，我大腿怎么卡住回不来啊？谁可以来救救我啊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啊，原来已经下午了，我肚子好饿，好想快点吃晚餐。哎，小班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帮我看看我的腿怎么了啦？还有我啦，乔班。都是小女士踢我了，我要跟我妈妈讲。啊，你们先冷静冷静，好帮你们呼呼。啊，你们没事干嘛打架、啊？很不乖哎、欸！等一下我去看一下罗宾。罗宾，原来你是胫骨和腓骨差点断掉哎、欸！在我们外侧的腓骨和内侧的胫骨是支撑我们小腿非常重要的骨头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都怪香吉士啊，谁叫他要打我？谁叫你不吃我用爱心切的洋葱？不要吵架，来，香吉士，哦，你这个不得了了，你的髋关节差点脱臼哎，每次脚踢那么高干嘛？髋关节是我们股骨和骨盆结合所形成的地方啊，那股骨是我们人体里面最长、最粗壮的长骨。是支撑大腿最重要的骨头哦。那骨盆往上会接在骨，往下呢就会和胫骨连接，形成我们的膝盖哦。谢谢乔巴先生，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耶。哦，谢谢我可爱的小熊，救了我。乔巴，你要记得，是男人就要原谅女人的谎言。小罗宾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在害羞啦。神经病啊，香吉士，我才没有在害羞，根本就没有说谎啊。我来帮你们复习一下吧。那我们先看下肢，下肢外面的就是腓骨，里面的就是胫骨。那我们再看上肢，这是手，你看，好，这条是外面的，外面的是桡骨。内侧的是耻骨，好，小编很棒。那我们再来看颈椎，脊椎，椎上面的是脊椎，再来是胸椎，在下面腰椎，最后一个是肩椎。哇，我真喜欢你们都会，太厉害。那我们再看，最后一个是头盖骨。好，还有鼻骨，还有鼻骨，好，这不是我，对不起。小明，晚餐准备好了，赶快过来吃。好，马上来。
好，我们用。